哎，少姐，我及时去把摄影师叫过来，把这个贵重礼服交给你，不要让别人拍照，不要让别人碰，好不好？这个东西很麻烦，一定要看住啊，别再生气了啊。好，交给你啊，放到 VIP 室去，好吗？好嘞，他在哪儿你捡他，看住你啊。好，走，干净吗？干净，干净。啊，我帮你拿上去。好好好，我再擦一下手。 哦，你的手拿开，拿开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就去开头，行吗？好，马上。海军姐，哎，你在这儿干嘛呢？我们外面都快忙死了。 你去帮我捡一个车，我外面有点事要做，谢谢啊。薇薇姐让我看着衣服来着，不让我走的。哎，衣服小心啊！站在光标的地方啊！资料，我先试几张。怎么回事啊？摄影师，我们试几张。哎，美丽，你们让开，我们试光。不是，什么时候弄的？怎么了？ 怎么会？别动！看，别动！看，这怎么搞的？我也不知道，刚才才发现了。谁干的？最后负责保管的是谁？是我。又是。 你到底是来干什么的？你到底是谁？你来这里，就是为了把这里搞得一团糟吗？对不起，是我工作的失职，对不起，是我错了，请你出去。 不要让我说第二遍，请你出去，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。 怎么了，乔儿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乔儿，我失业了。怎么会突然？你今天不是才要百浩与他把我给骂了，我就走了。他说我什么都不会，在公司也只会连累其他人，所以他就让我出去，不要再出现在他面前。 我还心想着今天把事情的真相都告诉他，我还想说，嗨，白胖宇，你好，我是你的好朋友李慧珍，很抱歉这段时间隐瞒你这件事情，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我们还能像以前一样做朋友吗？ 只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说，就不得不离开了。所以都是因为我的错，是我自己想太多了。对不起，侄儿，对不起。你说什么对不起啊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而起，都是我害的，是我对不起你。
晴儿，你干嘛这样？你不要这样说，这跟你没有关系的。其实这样也挺好的，我觉得。哎呀，起码这样以后，我的心情就不会被这个人左右了。只是大家就是陌生人了。但是我最难过的是，以后杂志上都没有我的名